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做西西，一首历史课送给你们。来啦，说天道地论古今，卖词也需要创新。穿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。玄德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辅佐，三顾茅庐请诸葛。说完三国讲水浒，山东梁山擂战鼓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拼命要为您做主。梁山宋江是大王，扔正孝义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，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弟把命舍。梁山好汉战方腊，敌众我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，梁山一本大八将，我们来把他歪唱。入云龙功身胜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扫雷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胸胸，午夜杀孙二娘，就爱欺负喜羊羊，青面兽是杨志，顿顿鸭窝和鱼翅，花和尚鲁智深带链子开大奔，阎阎罗玩小鸡，成天成宿打飞机，小旋风是才气，坐地铁玩微信，这个屌丝怎给进了青龙白虎身上印。独火星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，矮脚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来月经，飘天雕是身上80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随时都能要他命。神火将未定夺，为了进群涌泉落，跳涧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，九尾龟陶中望，身宽体胖非常棒，随时随地把屁放，一浪高过另一浪。以上全都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。小林昨天很受伤，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再开枪，再来开枪。昨天梦中丢了魂，带铁锹去挖坟，挖到牛鬼和山神，会叫我林大人。谁要再敢欺负他，鬼就把谁带回家，谁在公屏把花刷，我们助谁把财发。喜欢的